都要賣下廣告啦，我哋去上片。好啦，益生元，咁益生元係乜嘢啊？講過太多次啦。其實咧，我哋嘅身體嘅長度啊，特別係咧，我哋有啲啊，需要好多菌去運作嘅。咁其實菌有好菌壞菌啦。你有壞菌多啊，咁你咪啊嚴重嘅，你咪會肚痛肚屙咯。唔嚴重嘅未必肚痛屙，不過就令到啲腸道啊，即係嗱嗰個功能啊，或者其他器官啊，即係冇工作得咁順利，你咪會有病咯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要食多啲益生菌。益生菌係咩咧？其實好多時咧喺食物入邊吸收到啊。咁但係因為你食落個肚入邊，你過唔過到個胃咧？又或者係咪真係吸收得曬？因為唔係你本身嘅菌嚟噶嘛。咁啊，所以其實都係有個疑問嘅。And that's why 近年咧，我哋又買咗咁多年啦。咁啊就興食益生元啊，因為益生元咧就唔係菌嚟嘅，佢係為你養菌，佢係俾益生菌食嘅嘢。咁你喺食物度吸收到益生菌，或者其他濕條物吸收到益生菌，佢有益生元去食喎。啊，咁於是乎啲菌咪容易喺度茁壯成長咯，啲益菌啊，咁你啲腸胃咪好咯，免疫力咪正咯 ，OK， 好啦，399一盒公價，啤哩頻道從來最平噶啦，588蚊兩盒 ，OK， 下一張，好啦，呢一隻咧嗱酪酸菌咁啊好平啊，90粒裝應該可以食啊，我記得一日食三粒，食一個月，158蚊，嗱呢個酪酸菌咧係我賣嘅奇異。嘅益生菌嘅入邊其中一隻，咁我貪佢乜嘢咧？因為酪酸菌咧，你並不咁容易喺普通食物度吸收到，而佢係一個好強嘅功能，就係防止大腸癌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大家食益生元嘅朋友咧，我之前咪同你講過嘅，其實食益生元你可以唔食益生菌噶。咁但係如果你要食益生菌嘅話咧，有個秘訣嘅喎，你要食唔同嘅益生菌喎，啊，因為你唔可以一樣喎，同埋你要小心喎，坊間好多益生菌咧入邊係加瀉藥嘅。點解咧？佢加少少瀉藥就令到你有吐瀉感覺，於是乎你覺得有用啊嘛。日本仔嘅嘢都有嘅，咁當然我哋呢一隻酪酸菌就唔會有啦。咁佢咧服用我啲酪酸菌嘅朋友咧，即係做過呢個臨床啊，佢係發生呢個大腸癌嘅機會係比普通冇食啲酪酸菌嘅朋友咧係少70%啊。咁所以呢個酪酸菌而家好平啊，我唔記得我買158定168嘅啫。咁就大家可以試下呢個酪酸菌啦。好。嗱，跟住呢一個咧係我最新嘅，嗱呢一個咧叫做長壽菌，嗱唔多貨嘅，佢喺京都呢一個叫京丹後市入邊咧，日本人發現點解喂屌啲個都先成百歲嘅，比其他同一個日本地方過百歲嘅人歲咧多三倍。好啦，做研究啦，你知日本仔啦，就發覺佢哋呢一班長者嘅腸道入邊酪酸菌數值啊，係比標準啊都仲要高。不是比其他人，是比正常人的標準重要高。OK， 好了，這一隻呢一隻咧，點解會咁勁咧？嗱，呢一隻咧，開發商咧長研究之後，係將酪酸菌啦、乳酸啦、醋酸啦、丙酸啦四種短鎖脂肪酸都擺埋落個膠囊度，塑膠囊啊，咁令到你個腸道咧可以直接吸收到呢幾種酸。OK， 啊，即係個膠囊一溶啊，咁就直接吸收到啦，係入到去嘅。預防肥滿啦，預防腸道發炎啦，調節呢個免疫機能啦。咁因為我有時間關係，我就唔講咁多啦。嗱，佢唔平噶，但係我覺得都唔貴啦。嚇，658蚊有30粒。嚇，咁大家你如果即係腸胃真係好差嘅朋友，其實一般嚟講我哋食酪酸菌夠嘅。咁我哋而家呢個咧，我哋叫長壽菌啦，酪酸精華就658蚊，又升咗158蚊。即係封劍就由人啦。咁當然呢個份量其實頭先聽講，佢係將四樣嘢。擺埋一齊㗎嘛，都係可以腸道直接吸收嘅。OK， 好，再去呢個 NMN 啦，我哋嘅11000啊，六合一啊，講啲咩白藜蘆醇嗰啲，我當年全部都有啦，唔係好特別嘅嘢嚟嘅啫。1299啊，咁啊，大家如果食開黑色嗰只，可以試下食我啲白色，都係 Shikango 嘅 NMN。OK， 下一張，仲有呢個靚女啦，日本嘅卵殼膜啦，咁卵殼膜。我同大家講啊，其實而家可以加多少少，之前我唔講咁多嘅。其實我哋個 feedback 佢除咗強關節同埋少一啲紋之外咧，生頭髮都係一個好大嘅賣點嚟嘅。一樽599 ，OK， 咁啊買個六樽咧，就每樽咧就529蚊。好，再去好啦，木經眼藥水啦，今日上嚟買木經眼藥水嘅朋友就發覺好大鑊，喂，點解屌你老尾盒都冇過，得個爛鳩袋袋撚住？因為點解咧？我上次講過啦，其實咧佢會印製新盒、新包裝，
如無意外咧，鐵定喺四月一號咧就會推出新包裝啦。咁其實同而家都可能大同小異，不過起碼要加一行字喎。一行咩字啊？就係、是、我哋中國華民人民共和國嘅國禮啊，即係大約係咁樣嘅嘢啦。咁我會加價嘅，因為國禮咧就最少都要780蚊。呢只木經眼藥水咧，香港本真係喂，其實係真係啊本地產品嚟嘅喎，祖傳古方，本地研發，加入最新科技 AKK 嘅技術，可以直深入你嘅眼底，係市面上全球唯一一隻可以攞到藥牌啦。出面坊間嗰啲咩 V 老毒咧，攞唔到藥牌噶，係有治療功效，對應除咗青光眼之外，各種眼疾，包括呢個近視、遠視、眼乾、老花，即係黃斑病變啊，嗰啲全部啊，嗰、那個咩飛蚊症啊，係有莫大嘅功效。OK， 咁啊，誒，迪卡嘅朋友，當然我都知道你哋啊，即係個反應。其實我佢啊係十三個，佢哋係咁叫人買六支，我唔會嘅，買一支我賺多啲嘛，啊。你方你唔翻嚟咩？結果咪全部翻嚟啊！我如果要將嗰啲錄音個案摸出嚟，有冇咁神奇？你未，因為你未夠 old enough to 明白究竟我哋對眼會發生咩事，我就 old enough 明白啦。咁我係可以第一身啊，即係做證嘅。咁我真係好推介呢隻嘢。咁啊，聽日我仲要寄兩支俾啊喺現在呢個馬拉嘅保羅，因為我有飛蚊症，醫生叫佢與飛蚊同在。咁我今日咧，阿 Stanley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，即係我哋 Hair Vision 嗰個老細，佢又話醫生又係叫佢同飛蚊症同在 ，it is a bullshit。如果喺我嘅聽眾入邊係有眼科醫生嘅話，我同你講 ，it is a bullshit。又或者你不如喂同我攞幾打木經眼藥水開門口啦，然後開俾你啲病人用。非常易事啊！基本上我哋啲客咧係滴幾日就已經係感覺到唔同，我未必一次過冇曬。通常你滴得兩支搞撚掂㗎啦，飛蚊症呢啲嘢 ，OK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把握時間啦，我就預計佢應該四月一號咧就全面加價，就有新合出。咁而家你上嚟買嗰啲咧就都一樣，係十二秒就冇咗個盒，說明書咧一樣有齊嘅，有個袋，因為佢用曬㗎啦。即係啲貨俾我賣曬，有盒嗰啲，呢啲其實貨新盒嘅 ，OK， 咁啊會加到價格到780蚊，大家執生啦。